良民们，你们好啊！希望你们能跟我们合作。跟你们合作？我们已经被你们害得家破人亡了。这件事情，你们要找乌日根，是他挑起的事端。本来我们也准备整治乌日根，可他现在已经戴罪立功了。戴罪立功？他准备把逃客抓住送给我们，以示对皇军的忠诚。呸！这个软骨头。他已经向我们表示，谁对皇军不忠，他就会帮助我们整治谁。朱田队长已经大大的奖赏他了。哼！你们也要做好良民，不要跟皇军作对。乌日根这个狗娘养的东西！大嫂，日本人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乌日根本来就够坏的，他这么做也不稀奇。找乌日根算账去！去去！乌拉兄弟，大哥一定要为你报仇。日本人的圈套，我去看看。我也去。不行，你的伤还没好，等我回来。逃课。等我回来。叫。逃课。逃课。红哥，你们快走。
都在一个山上放牧，喝一个山的泉水长大的，人不亲，土还亲呢。大家应该团结起来，同日本人斗。只有把日本人赶走，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呀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把日本人赶出草原。红哥，乌日根虽然抢过我们牧民的东西，干尽了坏事，可是他从日本人来了以后，还是改了很多的。还有好几次打了日本人，如果你们要打日本人，就要跟他好好团结起来。阿爸，大嫂，他就是想学好，我们也得给他机会。长生殿，我们一定要把日本人赶出草原。很好啊，你不能一个人干，应该和大家团结起来，这才有力量，这一点你应该知道。